我们列表中的第一个产品是美型折叠烘衣机 Nico Nico。在倡导全民防疫的现在，烘衣也成为消毒一个很重要的步骤。这台迷你烘衣机正具备此功能，尽管体积小巧，但五脏俱全，同时搭载紫外线以及巴氏消毒，有助一次达到抑菌、除臭和防霉的效果。再者，产品采360循环烘干设计，可有效率地排除湿气，并防止水滴凝聚，更能依据布料材质切换冷热风档，避免造成衣服变形或变色。但要小心的是，本品不适用于大型、厚重的衣物，此类型的服装还是以大型机体烘干为佳。第二个产品是7公斤干衣机冬源。不同衣物所需的烘衣时间与温度都不太一样，最好选择可控温与定时的烘衣机，才能防止布料在干燥过程中受损变形。而本商品不只能两段调节冷风与热风，更有180分钟定时装置，若对烘衣时间没有概念的话，也可看平台表格参考。另外，为了预防幼儿误触导致烧烫伤，产品在运转时还能自动侦测，开门时便会停止送风以测安全。比较可惜的是，门上透视窗偏小，较不便于一眼确认机内状况。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 7.5 公斤干衣机 Sunlux SD88U。烘衣时若还要一一计算不同件数或材质适合的温度与时间，其实相当耗费心力，甚至因设定错误而有把衣服烘坏的风险。幸亏这台烘衣机配有全自动智慧行程，内含标准、熨衣、温风、冷风、烘干燥这五种自动模式，确保高效率的将衣物烘干。运转时亦可透过电子控制面板确认烘干的进度，有必要也能适时调整程序。而在安全性上，不只做到侦测开门，门板也采用强化玻璃，以提升整体的使用寿命，为在同规格产品中价位稍高，购买前最好先确认手头预算。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变频热泵式烘衣机 ESCO 瑞典雅士高 T411HD。 家里成员多，会高频率使用到烘衣机的话，还是选择大容量且省电的烘衣机比较实在。例如这款运用热泵式原理所运作的烘衣机，内部冷热气会自体循环，不止运作中省电，也不会影响到室内的温度与湿气，并且因为不需要特别安装在通风位置，更有利妥善放置在家中角落。此外，为了使多件衣服能更有效率地被烘干，内槽特别设计成圆臂形气垫挖滚筒，减少布料间的摩擦和交缠，在收衣服的时候也加倍省事。只不过本品属于较高阶的款式，若不是经常有大量的烘衣需求，可考虑其他基本的实用机型。下一个产品是第二代直立式烘衣烘鞋机 Miki。 这种轻便型的款式实用性非常高，对于家中空间不足以再放一台大型烘衣机的人来说，可谓一举两得，既能确实一次烘上多件衣物，直立式造型不使用时也能折叠收纳，更别提不到3公斤的机体在搬运上也省事许多。除了可以用上方挂杆烘干衣服，产品中间层的挂钩也能用来吊挂鞋子，且搭配专用外罩还能提升烘干的效率。最棒的一点还有，其主机能够直接当暖气机与除湿机使用，整体来说十分物超所值。下一个产品是微电脑多功能烘焙机单比单比。台湾一年四季的湿度都很高，常有衣服怎么晾都晾不干，或是棉被摸起来湿漉漉的状况，为解决气候所带来的恼人问题，不妨参考这台多功能的微电脑烘衣机，其共可切换8种模式与5项机能，除了基本的烘衣，还可彻底达到去除湿气、加热环境与除臭等效果，一年四季皆派得上用场。只需要接上伸缩烘干管，即可对棉被与烘衣套加热，亦或是切换双管配件，就能平均的烘干鞋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本品还贴心的设计为低分贝模式，如爱虫有烘毛需求也能一并完成，不至于因为噪音过大受到惊吓。下一个产品是家用折叠烘衣机赛002，突破了传统烘衣机的形式。本商品体型小巧，却拥有极大的风力，并附带负离子机能，可一并发挥除臭、防霉等效果，在梅雨季或阴冷的冬天里使用特别方便，随时都能替衣物保持干爽、好穿的状态。除此之外，产品还搭载触碰式面板以及手机遥控的机能，一键就能设定机体开关、定时及负离子模式，操作十分便利，在安全性方面同样周全。透过温控器与熔断器的双重防护，以及高强度的防水槽设置，即便烘衣到一半不小心睡着也叫不需担心。下一个产品是多功能烘衣烘焙组宝贝妈，外形看起来很像除湿机的本品，实则为连住衣套、不锈钢衣架一起贩售的便利组合。首先，衣架可是吊挂的件数及类型调整层数，最高巨吸可耐重20公斤，不用时亦可折叠收纳至墙角，且透过封闭式衣套的包覆牢牢锁住热气，烘衣效率绝对不输给大型滚筒式机台。再者，其最高的出风温度可达70度左右，单独使用时也可拿来加热棉被、桌底等空间，可说是万用型的烘衣神器。如此多功能的特性，相信符合租房族与小家庭的期待。下一个产品是 WiFi 滚筒蒸洗拖烘衣机 LG。现代人工作生活两头忙， LG 这款洗拖烘三合一的机型想必能减轻不少家事负担，其不仅一次可洗涤的数量大，亦搭载着近速洗模式，不到一小时便能穿上干净的新衣。也因为一台机器能同时进行洗净、烘脱等步骤，省时省力更节省空间。其内建的 AI 系统具备调整水流、自动辨识布料柔软程度等功能，不光是彻底清洁附着之脏污，还能延长衣物的寿命。最重要的优点则莫过于其蒸汽功能，在烘衣前先进行高温蒸汽杀菌，远离有害的细菌、尘螨等，穿上后住时令人倍感安心。下一个产品是落地型干衣机 Panasonic。 担心少量衣物或是鞋包类单品在烘衣机里烘完容易变形的话，不妨选择这款另备有干燥网的机型，其既能增加烘干时的稳定性，烘衣完毕要整理也较方便。同时，滚筒本身内建温度调节装置，可及时侦测衣物的多寡以吹出最适合的温度。为保持使用上的卫生，本品还附有防尘与防污染的滤网，预定时拆卸清洗也不会造成麻烦，而不锈钢内槽也能防止铁锈沾染上衣服，各方面可说是设想周到。更别提极简的灰色外形还颇为时尚，适合对居家摆设有所要求的家庭选购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